印刷呢也是一样，粘上印刷板以后呢，比方说它的印刷位置不对不对，差多少你就直接输入数字，先开第一步，先开相位仪，开完相位仪以后啊，比方说差100，你再输入100，然后需要往哪里转，它是一样的，需要往左转或者需要往右转，自己按一下。指示灯亮了以后，然后按确认。